泡面为什么好吃哦？泡面简单快速啊，而且它的料也很多，味道很浓啊。不过它也是很咸，也是很香，也是很辣。像台湾的话，比较流行的是那个统一满汉大餐呢、啊，我们常常吃啊。啊，味道很足。啊，最近喜欢吃的是那个味味一品的那个什么。酒香泡面，哇，真的好吃！它是金门高粱的口味，有机会大家不妨试试看。还有，不知道各位喜欢什么样的泡面，希望在下面留言点赞。嗯，可以告诉我你喜欢什么泡面吗？还有很多事情，很多方便呢，就是在外面呢、啊、休息啦、啊，泡面饿，半夜饿的时候就吃一碗泡面，其实也很快很简单。嗯，等一下我弄一个我老婆吃泡面的那个 VCR 啊。好，大家拜拜哦。